再来为大家侍寝啦。这个是一物美价廉，音质不错，而且白色电子钢琴很好看。现在我们试试看一。低音域很不错，为古典声乐伴奏也可以。歌手有使用这一架演出，电子钢琴不需要使用的，适合自弹自唱。音质会比一更好，性价比最高的一架，初学者到第八级都适用哦。一和一黑白两色都有哦。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去或看看哦。